啊，好的，对啊，我就是问这个问题啦。是不是晚上是不会想要工睡觉时间？抢他酸绳，抢他羊驼，我要羊驼干嘛？而且我抢到羊驼，他也不见了啊！上次有个坐在那边的都不见了。再让他们再生吧。丝绸之处，清水性，八个。穿后面比较难刷是那个啦，工具类的跟忠诚、信物、耐久二，对、欸，给我个耐久三吧。去玩欧，几率不高哎、欸。
玩，以前是很爱玩魔兽世界啦，可是以前实况过啊，我那时候主要魔兽世界都是在玩那个宠物对战系统。我用宠物对战系统在练等级耶。之前在玩那个潘达利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光是，我记得我84到85等，都是玩宠物对战系统练上去的。哦，挖这个，挖这个，16个绿宝石，加一本书。对啊，我先换一个书柜，我先锁住它。哦，书柜放出来。sweet 啦。哎呀，不啦！那我可以杀人放出来。哎，可以再买一本掠夺。只有在其他台看过教主玩法师。我的那个粉砖。有个游戏的相簿里面，那里面你可以们去找一下。我主要是玩盗贼，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当盗贼。然后的蝶翼房侧漏也是因为那时候玩欧大，不是欧大啦，玩魔兽世界的时候，那时候盗贼的名字就是蝶翼房侧漏。因为那时候会叫蝶翼房侧漏，是因为当时是在想说。有什么可以叫嘞？要取什么名字嘞？什么名字好嘞？那种东西，因为毕竟当一个盗贼就是要贴着别人打。我当时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那个。不是很敢那个哎、欸，全部付经验修补。如果身上全部付经验修补的话，我要脱装钓鱼啊，有的没的这样子，不然全部坏光光。是吧？因为你就算这个都满的，你经验修补还是会继续吃在这里面去，所以经验修补你再没有要用的时候都要脱掉。除非我付到一个啦，就是保护啊，保护是耐久深海漫游经验修补的鞋子，知道吧？等到快坏掉再说。哎、欸，都不能用了。就算了吧，有了吗？开心的了吗？开心的了吗？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杀了哎、欸，这个没有用了。等一下哦，金锋利书柜，对啊，有锋利书柜了，所以锋利富，这个即将跟我们说拜拜了，这个没有用。哦，对啦，清明，对对对对对，
最重要的亲人忘了他。哎、欸，太阳下山了。太阳下山，他们就会不见了，不是不见了，他们就会去休息。那这要改放什么？还是就留着？留着，反正交易纸张用啊。修补是抽之处余额。睡觉、喔。还有谁可以赢啊 ？A， 还有两个。不然就是改这个吧。我缺钻石铲，就把它杀了，然后丢一个钻石铲的进来。哎、欸，好像也没有啊、哦，我也没有武器的啦。不过武器就还好了，这个再付个经验修补就好了。快变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爆炸保护，快速上前。或是来个效率啊，耐久啊，不然这都只有耐久而已。哎、欸，四点了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不好？换雷。雷！哎，我发现好像每天会出现的那些几率都好高，像他一直在消失诅咒，昨天啊，像这只昨天在消失诅咒，要不然就是燃烧火焰绑定诅咒。其实绑定诅咒也不错啦，你死掉之后至少不会不见，不是吗？少之人，好，我忘错了、欸，他还是一堆诅咒，击退。贯穿，他的字跟看穿超像的。波涛，三叉戟对我这张地图没什么用，我这张地图不会下雨，就是这个环境不会下雨，所以三叉戟我真的无限。没错，需要。啊
哎、欸，是死前拔不掉吗？哦，对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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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呛了，糟了。哇，这要留吗？哎、欸，你觉得这个要留吗？啊、哦，是该补个轻盈刺出来啊。不行了，好像累了哎、欸。这个药，这假的，这很好吗？好才要留哎、欸。贯穿可以到几啊？我让他死好了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强哦！那我留喽。那我不就刚快速上弦，什么都要留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我变你，哇，我要杀掉了。好啦，要来杀掉两只村民了。怎么这样啊？然后还有你。你很好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看一下哦，这个在你。把这边这个，这样再各一个就可以准备休息啦。这个晚点再来自己慢慢用。知道谁的啊？请问你是吃到什么记录？哈？我刚说什么？这个？怎么喝？又忘记了。两个铁锭嘛，然后其他是木材，木材，木材，木材。
哎、欸，是有诅咒是不是？刚刚才杀了一个图书管理员，现在蹦出这个图书管理员。固定了，哎、欸，完了，这边要变成空房两个职业完全反过来了啦，傻眼！这个是工具匠，然后这个是图书管理员，他们，你知道这就叫什么吗？一个有美术天分的跑去学修理汽车，啊、一个有修理汽车天赋的跑去学美术。办人还那么多，有点舍不得关哎、欸，因为晚点，晚点挖矿没什么人要看，可是又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好玩，什么是好玩？你们知道吗？等一下啦，你把铁清一清哦，那设施怎么盖那么远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而且我要，我要做酿造台干嘛？交易生存。铁巨人塔旁边放一个仙人掌，为什么要放仙人掌？为什么要放仙人掌？哎、欸，转职了，转职了，转职了，修补。我不是要酿药水啊，我忘记我要干嘛了。欸，一定是要酿药水，可是我忘记我要酿什么药水了。力量吗？害怕，我先去拿一本书好了。现在身上要有书，不然发生意外。看一下隔壁，好，他也成功转职了。换锄头，你好意思用锄头给我？
反正那个工具跟防具的，就真的要刷到最后面才知道它好不好了。幸运，像这个附魔前期就可以先刷了。啊，先来繁殖他们。我那时候为了马铃薯，就是要先繁殖他们用。哎呦，64个！来来来，生小孩，生小孩！你这个，你这个，自己去分哈，自己分，自己分，自己分。我要去忙了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现在疑惑是我要酿造台干嘛？我是要神职人员没错，但是我要酿造台要酿什么？我想不起来。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想要打怪啊，不然我今天下午干嘛一直去找那个找碉堡？不，找那个。地狱疙瘩，我只要烈焰感就好了。五十颗星物，我记得我也没有跟你们讲我要干嘛，所以还是我根本没有要干嘛，捡好玩的。62个哎、欸，哇！风力4，没关系，这个后面一定还有好东西，我们就相信它。好啦，这个风力5的我们刷出来了。天哪，我这边有得放了欸。好，那我们先放一放。再来是想一下哦，之后可能也把这个移过去吧。嗯？你怎么变铲子了？好啦。如果你有卖铲子，应该有几率拿到吧，是吧？
你知道烤鱼啦，赶快拿出来。然后酿灶台，好像没有东西了欸。好了，那今天应该先这样吧。累了，困了，天咯！怎么今天会喷到这边来啊？不科学啊！应该把这个盖在这边。然后这边镂空才对，不然吸不到经验。你看，经验又漏了。这应该很难洗吧？你看这个没有，假如是书加锋利就不是，这个也是书柜加锋利。哎，不过这好贵哦，这个62哎，那这个只要16 32，两本32的合在一起就好了。感觉这个可以考，就考虑吧。你这样好聪明哦！就如果是不想看的，补记录档就好。你太棒了！你看他们升超快欸！我那天就是不是那天啊，那昨天开上线的时候。去洗个澡回来就有4个小村民了，很会生哦，很棒哦。我来看一下他可以洗到什么。绿宝石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偷看一下。蒸鱼啊，嘎！那这样我烤鱼有用了，我来用了，可以挂钓鱼机了。那也不用烤这个啦。哇，可以。然后烤熟的扔掉。好啦，那感谢今天的收看。我晚点开台，继续先用麦块啦。等8点再来开那个矮人矿坑。那晚上我们继续来看要整地还是继续用村民吧。哇，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今天就先开到这边，我们稍后，我们晚点见喽。晚点见。哇，身上装备其实很差欸，保护2保护3，这些都是这个交易来的啊。这只有帽子强而已，其他都很烂。那这个钻石工具都是耐久，还很烂，所以我需要一个钻石工具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我去找吃的，不吃的。对，我还有这个下面这个要扩充，不然会爆会满。等一下，让我再忙一下下。现在好强。丢掉，要怎样？
丢，他说要丢，他说要丢，没了。好了，清空了一些血。我在想鱼这些要不要清啊？就往可能这下面要往下，或是钓鱼台往上拉，就这样子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！我们晚点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